投資指示以被裁定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成，刑事恐嚇罪就不成立。前外務副會長李豐琪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亦都罪成，裁判官押後去到九月判刑，或有機會判兩個人監禁。武技公註冊就不可以在地盤獨立做罪案判刑。老豆，我哋都去見咗。銀同500元保釋後，離開西九龍裁判法院。不過大哥就唔會再發表啦。有乜要入去揾李國章啊？兩個人去年一樣衝擊港大校委會在沙宣道舉行的會議，不俾主席李國章同部分校委離開。裁判官高偉雄裁決的時候說，李國章同保安是誠實可靠的證人，曾經聽到馮敬恩嗌不要讓他走，不要讓李國章走，懟冧他。但裁判官認為馮敬恩是以第三身體講這番說話，加上當時和李國章之間隔住幾層人，沒辦法推斷是對李國章講，亦不肯定意圖令李國章受驚，裁定他刑事恐嚇罪不成立。但當時他號召包圍李國章，以武力制止他離開，有擾亂秩序及帶威嚇性的行為，必然是有意圖激使他。運輸署寄給你的續領密碼上網申請，郵寄或者用投遞箱都得，親自辦理就預先上網或者電話預約。我續了，你呢？強行進入兩項控罪。事卷另一被告李豐琪，裁判官說他曾經以雙手和身體按壓擔架床，令救護員要放棄用嚟送校委警民鳳上救護車，裁定他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罪成。辯方求情的時候說，兩人控罪不算嚴重，而現時社會大氣候正是和諧社會，彌補撕裂無需判阻嚇性刑罰。又呈交多封信，其中馮敬恩媽媽提到，馮敬恩小六的時候患過血癌，中四的時候又患有腦腫瘤，父母離異亦不埋怨，他亦熱愛港大。裁判官將案件押後去到9月21日判刑。裁判官高偉雄說，案情嚴重會考慮判監，但會先索取兩個人的背景和社會服務令報告，以及馮敬恩的醫療報告再作決定。無線電視記者徐志梅林。消息說，行政會議下星期二討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的方案。據了解，會以租任的形式在西九龍總站設立內地口岸區，由內地人員執行內地法律。廣深港高鐵要發揮最大的效益，取決可不可以實行一地兩檢。消息說，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已經達成初步共識，大致會參考深圳灣口岸模式，內地會向香港租任西九龍總站入面的一幅地劃為內地口岸區，內地派駐執法人員去到口岸區執行出入境等內地法律。消息人士說，細節仍然需要落實，例如是不是收取租金，但是強調業權仍然屬於香港並不是各地，而口岸會全面實行內地法律。月台的一層和高鐵列車車廂同樣屬於內地的司法管轄範圍。至於內地執法人員，消息說會有嚴格的限制，只可以在指定範圍執法，不可以離開口岸區，每日完成工作之後亦都要回到內地，不可以留在香港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會盡快宣布方案。我哋未係時候咧，今日去透露有關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嘅一地兩檢嘅安排啊！請大家耐心等候。高鐵預計喺明年第三季通車，有關一地兩檢嘅安排需要提交立法會進行本地立法。無線電視記者李慧報道。公立醫院持續爆滿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視察屯門醫院，了解前線醫護的壓力。醫務局聽日會交代新的舒緩措施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去到屯門醫院急症室巡視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趕唔上人，要等多一陣。唔係辛苦曬，加油，阿珍同你拉。他和不同部門的主管會面，又出席員工座談會。有醫生在會上反映人手和醫院環境的問題。就算給人根本我們都沒有地方，你看到都那麼窄，就算在一間醫院都要10年，其實他規劃上根本追不前，
人手、人口的增長。陳肇始說，新界西服務需求的升幅超出醫管局人手的加幅，會盡快推出舒緩措施。咁呢個咧中間嘅差距咧，其實我哋一定要面對，亦都係一定要所謂保底。例如請一啲兼職嘅人手啊，或者係如果係退休嘅人，如果佢有意繼續喺醫護局嗰度即係繼續工作啊，咁係咪可以都即刻係如果係資源嘅問題咧？這個咧我哋一定係會即時去配合嘅。星期三有超過5200人次去到急症室求診，比前一日增加350人次。內科病床整體佔用率是 106%， 而由5月初截至今個星期三，總共錄得297宗成人嚴重流感個案，比上星期增加74人，其中205人死亡。兒童嚴重個案就有15宗，其中3人死亡。醫管局星期五會公布應對流感高峰期的最新措施，包括向私家醫院聖德垃圾醫院借用低收費病床。據了解，這一類病床主要支援伊利沙伯醫院，接收不同專科病房裏病情比較穩定的病人，等伊利沙伯醫院騰出病床接收流感患者。當局亦都會額外增加大約8000個日間和夜間普通科門診名額，舒緩急症室壓力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兆恆報導。因為流感留院的不少都是長者，但就算他們情況好轉，安老院舍都未必能夠及時接送出院。有醫生就認為當局應該加強相關的支援。衛生防護中心數據顯示，過去一個月院舍或者學校流感爆發個案53%來自安老院舍，當中不少長者有慢性病需要留院治療。醫管局日前呼籲安老院舍盡快接回適合出院的院友，舒緩公立醫院的壓力，但有急症室醫生說，就算病人狀況已經穩定，院舍都未必能夠及時接回長者，而醫院相關協助也都有限。有時可能院舍上面未必能夠即時配合到呢，是安排到一些院車，咁變咗有時候佢哋就變咗要依賴翻，即係醫管局裏面嗰個嘅非緊急嘅病人運送服務咯。但係呢個服務本身其實都平時嗰個嘅需求量都好大，因為有時有啲病人咧係需即係變咗係要留喺醫院度再耐少少時間。佢建議醫院加強同院社溝通，俾院社可以掌握病人出院嘅日期，及早準備。呢間安老院社亦都話，佢哋有足夠專車接送。但是因為人手緊張，未必可以及時接院友出院。可能是已經到了傍晚的時分，六點至八點那段時間，可能有部分的員工收了工，一時之間又安排不到人手，這種情況呢就可能要第二天才接到 他出院了。安老院社說，在流感高峰期期間，除了會加強清潔工作之外，也都會停止所有長者聚會的活動，以減低病毒傳播的機會。無線電視記者趙嘉雲報道。郭亮雄醫院一個曾經接受器官移植的男病人感染日本腦炎，目前在瑪麗醫院留醫，情況危殆，當局正追蹤感染的源頭。衛生防護中心說，個52歲的男病人5月在瑪麗醫院接受器官移植，據了解，他是慢阻肺病患者接受肺移植手術，之後轉到去葛亮雄醫院療養。到今個月6號，他在葛亮雄醫院接受輸血之後，開始發燒和神志不清，兩日之後嚴重神志不清和抽搐，到9號出現抽筋昏迷，上個星期五轉到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，目前情況危殆。經化驗之後證實他感染日本腦炎，初步調查顯示，他發病之前整段潛伏期都在葛亮雄醫院留醫，醫院半徑2公里範圍之內都沒有豬場，病人住在青衣，家人沒有日本腦炎的病徵。衛生防護中心說，日本腦炎主要經蚊傳播，但是海外有文獻說輸血和器官移植都可能傳播日本腦炎，目前仍然在調查感染源頭。醫管局說，瑪麗醫院和葛亮雄醫院都已經因應事件加強滅蚊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兆恆報導。轉頭翻嚟會報導。警方就成立反詐騙協調中心，設立熱線俾市民查詢。美國呢一隻嘅鸚鵡喺一宗謀殺案裏邊成為破案嘅關鍵，翻嚟會講下。以下一治冬寒之症，补阳气排寒湿。红药酒。
先休息啦，预防落雨病毒引起嘅肠胃炎啊嘛。我帮你啊，洗手先。Daddy 啊，今日学校有人呕啊。咦，有病就唔应该翻学喎。老师教我哋清理完呕吐物或者排泄物，要用1:49加用漂白水消毒啲地方。那玉龙结雀呢，是花辣子无国的旧东，因此又称为花辣子无城。它位于咸海南岸，横跨阿姆河。由于这里地处阿姆河流入咸海的三个州附近，就形成了个肥沃的绿洲，加上布局巧妙的渠道系统，使这块本来沼泽和沙漠互相侵袭的荒凉之地，变成了拥有大片肥田沃土的绿洲。这座花辣子模的旧都城是当时中亚伊斯兰教的中心。据史书记载，它是世界众王子的宝座所在，人类各名人的驻地。你期望的一切精神的物质的都在里面，因为城跨阿姆河两岸，沿河是绿色的田野，两岸芦苇丛生，湖泊遍布，水路四通八达，再远就是沙漠所包围了。从地形上看，这里不利于蒙古骑兵的机动作战，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来的。穆罕默德的母后托尔根可敦也一直住在玉龙结赤，收尾蒙古大将者别同速不台，他的穷追不舍的时候，他才领着国王的妃嫔世仔，带着大量的奇珍异宝，离开多年居住的老巢，也到地势险峻的哈伦堡躲藏起来，直至被俘。自从托尔根可敦走了之后，城中没有留守这座旧都的将领，即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公元1220年的春天，花剌子模的名将守卫忽占城的铁木儿灭里，冲破蒙古军队的重重包围，来到玉龙结赤，即刻整顿军备，组建了一支守卫队伍，使旧都的秩序才安定落嚟。穆罕默德死之后，扎兰丁兄弟以及众多将领，又从里海的小岛上边掉翻玉龙结赤。全城军民见到新继位的国王和亲王将领回到旧都，大家个个都好欢喜。大将铁木儿灭里主动向扎兰丁建议讲：立即整顿兵马，加固防御工事，准备抗击蒙古人的进攻。兰丁听了之后，猛咁拧头话：谈何容易？城外的兵马会听从我的指挥吗？原来玉龙结赤已经汇集了90,000+的军队，但是这支军队掌握在前太子窝斯纳克及其母寇克列王等人手中，他们多数是康里人出身，早就跟扎兰丁不和。一开始他们和托尔根可敦合谋，立扎兰丁的弟弟窝斯纳克为太子，想利用这个太子的软弱无能，进一步实现他们的野心。谁知穆罕默德临死前废了前太子窝斯纳克，改立扎兰丁为国王，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。至于电邮骗案，大约有320宗，扎兰丁意志坚强，武艺出众，又有才能，自然甘心大权旁落。当中最大的一宗涉及之后1,200,000+的授权损失，警方即日起成立反诈骗协调中心，并成立24小时热线1822给市民查询。但是如果要报案，仍然需要亲身到警署，因为要核实身份。面对康利人众多将领怀疑究竟我系咪受骗咧，我又九零九九九嘅话咧，两个人虎虎厮厮夺取军队嘅机会。我哋咧会俾即时咧俾一个忠告佢哋，睇下呢个案件咧究竟有冇问题。我哋可以单打啲蒙古人，就当系报案嘅。我哋要确立一个人嘅身份。中心过去喺内部自行运作期间，收到165个转介查询电话，
成功阻截630万款项存入骗徒户口。警方话，协调中心会定期开会，制定打击诈骗嘅策略，并透过社交媒体发布信息，呼吁市民小心，唔好俾人呃。无线电视记者马慧珊报道。丁子一话啦。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教育薪資調撥案，教育局長楊潤雄話會盡快落實相關措施。出聲嘅將領汪丹在手冷笑話：三十六億元嘅教育薪資調撥款，包括增加中小學嘅常任學位教席。有學校就話已經開始將部分合約教師轉到常任教席。有小學朝早收到教育局嘅批班信，着手招聘人手。聽佢呢度，以目而滅你，你個碌大手眼淚不可見噶嘛？身為一個將領，唔可以口講啲咁尖吉草説話，梗係你哋不可思議啊！揾到一個穩定嘅教職，呢時啊，欲望打斷嘅話話好講。新資源亦都為合資格嘅文憑試學生提供30,000資助，修讀15間指定院校嘅資學試課程。教育局話會盡快落實。你唔係單槍匹馬嘅翻嚟嘅黃傑赤咩？係會有一啲協議嘅簽訂啦，然後細節嘅安排咧，其實就兩個時間去做嘅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書面活動嘅時候話：教育局會全面檢視點樣喺中小學推動閱讀習慣。如果學校需要資源配合，會利用教育新資源配合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曉思報道。而立法會財委會尋日未能夠完成審議五項撥款，特首林鄭月娥同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都話失望。鐵木而滅你，財委會今日連續最後一日8小時會議，用咗超過7小時審議教育撥款。東涌新市鎮擴展、中九龍幹線嘅撥款最後未能夠付諸表決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係議員宣誓案嘅裁決政治影響政治。咁我都係只能夠希望咧，往後喺政策嘅關係喺立法會處理對自己嘅細佬、經濟民生嘅事咧，都能夠盡量係分開啦，政治嘅事就政治處理。但有啲經濟民生嘅事咧，立法會都要進行佢嗰個議事嘅工作。立刻聽咗，對於琴日嘅結果只係通過咗3項嘅撥款建議，仲有5項相當重要嘅。因為撥款嘅建議未能夠通過，我係表示失望嘅。同樣擺上議程嘅公務員薪酬調整亦都未能夠表決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話：公務員特別係基層員工都十分失望。我諗公務員工係一個高級幹事，我希望使唔使20,000兵馬啊？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同傳媒聚會嘅時候話：過去48小時係現屆政府嘅一大考驗，強調政府係真心想改善行政立法關係，並唔會因為近日發生嘅事而動搖決心。講到呢度，無線電視記者李雲報道。通訊事務管理局原則上面批准永昇亞洲入股有線寬頻，有線寬頻早前同永昇亞洲達成10億元注資協議，並且向通訊局提交股權結構變動嘅申請。通訊局進行第一階段嘅審核，相信注資計劃會為有線寬頻提供新嘅資金，支持有線電視同埋奇妙電視繼續營運，同埋能夠履行牌照之下嘅投資承諾。就信納永昇亞洲成為有線電視同埋奇妙電視嘅新投資者之後，將會符合相關嘅廣播條例同埋相關電視廣播牌照嘅各項規管要求。原則上批准永昇亞洲完成建議交易之後，持有有線寬頻具表決權股份大概40%去到54%，以便落實有關嘅注資計劃。利用空隙時間，嗰個言傳身教真情感染。道指暫時跌咗四點，報21,598。市而使你5000人馬慢慢走上正規。歐洲股市方面，三大指數個別發展。恒指升咗68點，報26,740點。攻佔高吉幹城嘅時候，恒指期貨夜市即月係升咗13點，成交係10,000幾張。使呢位智勇相全嘅將領火冒三丈啊！印度總統選舉獲得執政黨支持嘅候選人考文德勝出，成為印度第二位出身電民階層嘅總統。啱啱走出咗紅結車，考文德喺總統選舉勝出之後，接受民眾祝賀。佢形容當選係印度民主神奇嘅時刻，又話自己來自農民家庭，承諾上任之後會幫助窮人改善生活。考文德將會喺下星期4宣誓。
任期5年。總理莫迪在社交網站發文祝賀，又上載兩人20年前的合照，說認識對方是榮幸。今次選舉在國會和邦議會議員的4000多張選票入面，可能得票超過60%，擊敗對手胡爾馬。71歲本身是律師的考文德，來自種姓制度最底層的自民階級，曾經任職東部比哈爾方工廠，外界形容他為人低調，生活簡樸。他所屬的組織和執政人民黨有聯繫，但組織亦都曾經被批評煽動針對伊斯蘭教徒的仇恨。分析認為，由他出任總統有助鞏固總理莫迪的管治。印度對上一次亦都是第一次出現自民階層出身的總統，是1997年上任的納拉亞納。印度總統並無實權，但若果選舉出現原是國會局面，就由總統決定邊個政黨可以優先組閣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景調報導。美國個女人涉嫌在前年槍殺丈夫，被裁定謀殺罪成，刑案件的目擊者一直堅持成為破案的關鍵。到陣時可以換第二個做噶嘛？反正有佢冇佢，我哋照養組。格倫娜夫婦飼養嘅寵物，49歲嘅格倫娜涉嫌喺2015年5月喺麥片根州屋企槍殺丈夫馬丁，之後企圖自殺但係失敗。英國發生案發之後幾個星期，經常重複住唔好開槍呢句説話，同一啲律師人去爭執嘅聲音。然後就同汪丹在手一齊出門準備去。死者馬丁的父母認為，英母在胡海根案發的時候，夫妻兩人的對話可以推斷他們當時正在吵架。他殺死澤蘭丁的事更加覺得不安。事關父王臨死前，警方調查期間發現格倫娜曾經寫低幾封遺書，改為澤蘭丁的新國王。因為經濟問題關係緊張，而且當住父王的面，雖然檢察官最終沒有採納英母的供詞，但已經有足夠證據將格倫娜定罪。無線電視記者黃振陽報導。何況仲係自己嘅長兄，咁樣做。調查話內地車主中意燒車嗰陣味，有車廠就特登請人為燒車試味。越不安起嚟，佢心谷保留加壓而嚟咧，佢滿面愁雲。當事人經常都話瞓得唔好，佢哋可能幫到你㗎。翻嚟講下。一直悶悶不樂，今日討論緊咩事？沃斯納克上口話：一直都含住著不洋氣曬氣，紅毛藥酒。你千万不要想这样啊！我也想问这样，因为他比他们强很多，我可以，不就是我可以等你来。究竟扎兰丁能不能够避开人哋嘅暗杀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是差的哦，这个在外面也是珠宝店单独销售的。我这么来说哈，你先别看它，因为你看你会觉得这个颜色不够好。来，你先单独看它，挺绿的吧，挺漂亮的吧，你看。火彩也有哦，克拉数也不小哦，就两颗。看它价值多少钱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它的价格是21,800元，21,800元的价格。那我刚说，如果你没有对比过，觉得哎，这个对老师您挺漂亮的，这个可能就是您在朋友也好啊，您在一些财宝的珠宝上购买到，这个都花20,000多，对，你也会觉得它买的好开心，带出去跟别人炫耀，我戴的是绿宝石。可是在今天来这个20,000多就两颗，再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个，你对比一下这个火彩，你对比一下这个颜色，这个其实就偏浅而且偏黄了。现在听众朋友的需求呢，咁老实同大家讲下，按照目前嘅一个抢购需求嚟讲嘅话，想要2张、3张、4张嘅朋友咁多，肯定系唔够噶。所以呢一批嘅特效通用按摩床垫咧，数量又唔多啊，咁啊人哋抢咗2张就少2张噶。想要嘅朋友一定系要尽早打电话嚟到啊抢购，因为你尽早打电话嚟，先可以确保将特效通用按摩床垫咧去带翻屋企。迟一到嘅话，冇咗嘅话就系冇噶啦吓。機會只此一次，記得搶購電話是020-8323-9522，020-8323-9522啦。我看到你看到
一個週期就可以攞多一張新全身插隊，一張個頭按住個身體，哇！仲有一張頭公園按摩床墊，真係呢張按摩床啊，就一個週期就斷㗎啦。而且啊，多張按摩床想幾長就幾長，你又唔使同我縮單㗎咯噃。多一個週期嘅錢，就多一盒丹心強身茶，一張放牛床身體，一張大牛公園按摩床墊，哇！好抵啊！好彩你提醒我啊，一於幫我送四個週期過嚟啦。恭喜三寶十一年，重榜豪禮欣星宿，你哋十一年嘅風雨相伴，值得我哋不計成本嘅傾情相待。十一周年慶典活動，史上贈送最任性、最超值特效通月按摩床墊、丹心強心茶、薄荷好音有仙皮、泰馬林變色養生壺，買得越多，慳得越多，機會只此一次，馬上撥打02-8323-9522，02-8323-9522，電話忙音，仲可以撥打10-2716-5664，10-2716-5664，我哋繼續健健康康，一生一世一起走。惠州的陳叔呢，就想問一下丹心強心茶對什麼好，他有心臟病啱不啱用啊？可以哈，現在買兩個週期的全三寶就有得送的了，而買得多禮品就送得越多哈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緊這個機會，撥打02-8323-9522了。而說回這個丹心強心茶呢，這個原料地道祖峰嚴謹配伍正當，選用了四川中江野生的紫丹心、雲南三七、蒙頂山綠茶以及新疆的金金草、山東平陰玫瑰花五大地道的原材料組成了。四川中江野生的紫丹心含有這個血液養分，丹心同高於普通的丹心30倍，它的丹心素、丹心芬酸等心臟保護物質也都遠遠大於其他的一個丹心，所以說這個我們的丹心強心茶非常之的地道，選用給大家的是最漂亮的中江野生紫丹心。咁中江紫心野生紫丹心啊，佢對於心肌缺血可以再灌注損傷嘅一個保護作用，可以保護心肌細胞，對於心臟微血管內皮細胞嘅延遲咧，亦都有保護作用，仲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同埋抑制血栓，對於動脈粥樣硬化咧有防治作用。仲可以改善呢個腦血流量啦，清除自由基啦，促進腦血管生成噶。冇錯啦，所以咧，這個今次送給大家的丹心強心茶呢，就能夠有效地預防和治療冠心病、心絞痛、腦血栓、高血壓、高血脂等等的心腦血管疾病，能夠迅速地緩解心腦血管引起的一些胸悶、心悸、頭痛、頭暈的症狀，亦都能夠有效地防止中風、偏瘫、猝死等等的心腦血管意外的發生。而且這個丹心強心茶以藥入茶，以茶扶藥，口感非常好，療效非常佳。而家系北京时间23:30。听专业财经资讯 ，FM 95.3，就要听广东广播电视台股市广播。最受人心气嘅主角，一群又一群嘅变样。嗱，冇其他演員，亦都冇對白，所以都係冇旁白噶，全部都係英國安泰公司就喺農場嗰度拍。我點都要攞翻三個週期，睇睇啱我做過嚟啊！條片咧就長8分鐘，影人更加專一話，咩都係知啊！攞四個週期，我哋聽下多一個週期就可以攞多一盒丹心強心茶，佢一張我睇住食，温養身體，仲有一張頭痛嘅我唔同意，翻下呢張按摩床啊，就呢個週期嘅錢㗎。
恭喜三九十一年重榜无礼音声数，你哋十一年嘅忠与相伴，值得我哋不计成本嘅倾情相待。十一周年庆典活动，史上赠送最任性、最超值、特效通月按摩床垫、丹参强心茶、薄荷红温养心脾、托马林变色养心壶，买得越多，悭得越多。机会此次一次，马上拨打02-8323-9522，02-8323-9522，电话忙音，仲可以拨打10-2716-5664，10-2716-5664，我哋继续健健康康，一生一世一起走。好多谢两老师嘅精彩讲解，想要健康就要遵循一洗二收三补嘅方法。大家喺身体方面嘅问题咧，可以立即拨打02-8323-9222，02-8323-9222，或者系10-2716-5664，10-2716-5664，打通电话会有更多优惠等住你。我哋马上听下以下一位朋友嘅声音。佢話完成四月世金賽之後，即係進行咗恢復性嘅訓練，近日開始歸隊走啦。未來一兩個禮拜就會加速提升狀態。可以講咧，今次呢個算三寶嘅十一週年嘅特大優惠咧，可以講係大家等咗好耐噶啦，係咪啊？而且咧，今次優惠咧，可以講話真係史無前例，以前未曾話試過咁低嘅嘢咁抵咁著數嘅啊！今次嘅話咧，啊買二送四，嗱你買兩個週期嘅話咧，就送兩盒嘅丹心強心茶俾你，再送薄荷恆温養心皮一張俾你，再加送咧托馬林變色養生壺啊！一定是四重的大禮啦，所以咧非常之難得啊！要行動的朋友抓緊時間打02-8323-9522，清楚未？啊！聽到啦，之後對俄羅斯金條星期日加咗一場，就會同蔡依韻亞都好重要啊！不過主要仲係想要三寶咯，都想要食三寶嚇。咁我同你講啦，嗱，丹心強心茶咧啊，對於我哋各種嘅心理疾病咧效果非常之好嘅啊！唔知道你自己有咩問題咧嚇？係我係貧金病㗎，嚟到決賽嘅貴金病啦，骨搞到心跳過快，係有啊，中國嘅姊妹張婷婷同埋蔣文文，有啊，定骨脹變啲喎，呢啲啊高金病啊，好辛苦啊，加落啲粒藥啊，等到好陰功啊，真係食藥多過食飯啊嚇！呢種生活咧真係好折磨人，係咪啊？咁樣嘅情況。之下咧，你更加要參與我哋呢一次嘅優惠活動啦嚇，因為咧一個既慳錢，第二個咧能夠幫你解決一身嘅老慢病，係咪啊嚇？要俾自己一個健康嘅機會嘅啊！咁頭先講咗啦，呢個丹心強心茶咧，對我哋心腦血管疾病非常好啊！佢能夠有效咁預防治療冠心病、心絞痛、腦血栓、高血壓、高血脂啊，並且能夠緩解心腦血管引起嘅胸悶啊、心悸啊、頭痛、頭暈啊啊呢啲症狀，並且仲能夠預防中風、偏瘫、猝死呢啲意外事情嘅發生嘅啊！並且我哋送俾大家嘅丹心強心茶咧，係以藥入茶，以茶附藥，所以咧口感係非常之好，療效極佳啊！亦都係公認嘅心腦血管疾病首選嘅藥茶嚟㗎啦啊！配合住雪月三寶咧。相健合璧，功效加倍。嗱，針對你嘅情況，三寶嘅紅景天咧，能夠強心臟、護心，亦都能夠清除血管裏邊嘅膽固醇啊、脂蛋白、金油三酯嘅垃圾，做幫助我哋咧快速打通血管。咁而我哋嘅靈芝咧，能夠入五臟，增強五臟六腑嘅功能咧。网友四而家设立咗27天会考放榜热线，点解我收到要打电话嚟查询会考放榜嘅问题？喺上年，我哋收到超过2800个求助电话，打电话嚟嘅，除咗有学生查询咗有亦都有唔少家長打電話嚟，由底功過知恩報恩，靜雞雞跑去澤蘭丁嘅搶功，將烏斯蘭克講嘅準備暗殺佢嘅計劃一一講俾佢知，又跟蹤話呢啲係千真萬確嘅事，絕對唔可以大意啊！會考放榜壓力嘅座談會上面，有社工就話，家長可以幫手減壓。同埋盡量提供協助，而別你又唔喺自己身邊，兵馬被黑烈惡毒自控制住，有冇力量同佢哋鬥？連呢個空有其名嘅國王都做唔成啦，點解唔早啲走咧？佢見到油底功過仲喺度未走，就對佢話：唔好變得太過緊張，你乾脆唔好留喺城內啦。都送上啲節目而別你，
等佢有個準備咯。油底功過自然願意啦。兩個人只有費爾妥當，天黑之後，佢哋借住夜色嘅掩護，騎上快馬跑出城去，各奔目的地絕塵而去。有日，阿烈王發現宅蘭丁不辭而別，知道洩漏嘅消息，立刻懷疑阿窩斯立刻做嘅。但呢位過去嘅太子矢口否認，阿烈王話：我唔願意做呢個花剌子模嘅國王，而好容易嘅啫，面皮都可以做。窩斯立刻亦並唔在乎噃，你覺得呢個傀儡國王做唔做都冇所謂。而家真係後悔冇將消息講俾澤蘭丁知，真係覺得對唔住自己嘅兄長啊！阿烈王嘅造賊心虛，暗殺澤蘭丁不成，反而俾佢走甩咗。担心节目连连，你一旦知道呢件事，女王更加唔好对付，点算好呢？佢同汪丹在手一齐商量，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去派人去印铁木连你翻嚟，用伏兵计杀死佢，你咪干净利落。第一，阿烈王派人以宅男丁嘅名义送信俾铁木连灭你。话有紧要事商量，要佢快啲翻翻玉龙列车。两日之后，铁木而灭你喺个哥吉干途中一前一后，同时知道宅男丁嘅两个所谓消息。你个大智大用嘅将军，即刻对黑烈王派嚟嘅人盯咗一阵，然后对佢讲。总共的西伯利亚陆上保存重量不少于6克拉，至少6克拉。受阻止衣服，现在全国仅剩最后的权势人的席位。毕竟占1万省1万，不是每次都有的。人走之后，铁木而灭你对全军将士讲，每颗都不少于1克拉。我哋花子们新国王宅男丁，不可能每次都有。而烈王讲出个玉龙结车，既然我要追随新国王，参加收复国土嘅战争。临时在网上面告诉我说，背后很有可能会攻击我，所以后面电报会员很可能抢不到10000块钱以下。所以为了保持形象，在今天直播间的每位会员，我们送给你们国外的品牌，而且是特别漂亮的一整套，我们的铁木而灭你个心好激动，又转过面嚟对宅男丁带嚟嘅油底功过讲，八件套的组合送给各位。各国系人心所向，人心所向啊！哇，很漂亮，千万！我是不知道什么品牌哦。因为一说，你看你就知道外面卖的翻身上马，马鞭一挥，有5000匹马命令嘛。欧式的整套出来这个品牌，是佢追随新国王，参加收复失地嘅复国战争，琉璃玻璃一般的质感，为咗尽快赶上新国王。我真的觉得这完全就是贵妇名媛的级别，用了这样的餐具，带着这样的宝石，华月花剌之母，富罗山两地嘅沙漠，到达奈萨斯广上扎兰丁，两个人亲热咁拥抱埋一齐，决心立即征集兵马，同富国人发动一场复国战争。就是呢件事。主要內省嘅支蒙古軍隊發現咗佢哋，就派人嚟向佢哋勸降啦。鐵木而滅你笑住對宅男丁話：，以我嘅字典入邊，從來未見過投降呢個字。等我哋要打個漂亮嘅簽約戰，為我哋復國戰爭舉行一個奠基禮啦。宅男丁好興奮咁攬入房。两人只有上马挥刀，指挥讲5000康里人嘅队伍，好似一阵旋风咁冲向蒙古人嘅军队。你指700人嘅蒙古巡逻兵，即刻崩溃啦！